重要通知，玛莎拉蒂将于两天后下架。首先我们打开兑换商店的页面，就可以看到五幺赐福所有的返场皮肤仅仅只剩下两天的倒计时。不仅如此，和五幺赐福一同返场的巧克力工厂很有可能也会跟着一起下架。所以说雪龙准备用账号里仅剩的一点点点券去挑战一波巧克力工厂，看能不能出什么好东西。咱们话不多说，我靠，这运气也太拉了吧，竟然只出了一个一级头，还有一堆没用的东西，所以说这波十连抽是不是亏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